大家好，我是大庆，欢迎收看 Max Only 大设计。可能是车压多了，现在的马路经常是一个坑一个洞的，刚补好没多久发现又坏了，难道没有什么靠谱的修补办法吗？其实英国有公司就研究出了一种新型的路面修护材料，分分钟就能搞定路面的坑坑洼洼，不仅经久耐压，而且补好之后直接就可以投放使用。修补路面时，维护人员常用的材料就是沥青、水泥，但是这些材料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才能凝固，补好之后还要拦起来一段时间，反倒影响了正常的通行。那为了解决这种麻烦，英国 AA 公司就研发出了一种特殊的修补凝胶 Quick Seal Yellow。修补路面时，只要先把坑洞里的杂物清理干净，然后把这种凝胶注入其中，之后用热压器绕着修补边缘压一圈，然后印上 AA 的字符，就算是修补结束。相比起传统的修补材料，这种新型凝胶可以快速的凝固，补好的直接可以让车道通行。而如果有些人觉得刚补好的还是绕着点走比较好，那黄底黑色的结合又会比较显眼，方便司机确认。另外，这种凝胶会与路面产生巨大粘合力，从而减少进水以及低温爆裂的情况，比起沥青水泥自然也就更耐用了。据悉，当地部门有意向要投入大约200万元用来推广这种材料，希望它可以拯救一下现在的马路。不过说实话，这黑色的马路上打了几个黄色补丁，难道就没人觉得丑吗？视频颜色来自 The AA， 由 Max Only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Only 创意公园。